修到高雄市长补选投票日倒数，各阵营可以说是把握选前的黄金周来全力冲选情。我们看到是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这是李梅珍，她的造势场合炮火不小。而至于对手吴怡正，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陪同来扫街拜票。而陈其迈则是找来纸风车剧团表演，看来要获得家长支持，得要先抓住小朋友的心。我是您的好朋友。化身麦叔叔，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人陈其迈找来纸风车剧团到高雄表演，陆战空战并行，就盼拉抬声势，冲高得票率。要倒数了，赶快往舞台前面推。尽管现场下起小雨，主办单位说还是有4000多位民众到场参与。看来想获得家长支持，还得先抓住小朋友的心。另一头，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人李梅珍造势场合炮火可不少。要陈其迈签下反贪污窃劫书，却遭对手拒收，这点被李梅珍紧咬不放。话锋一转，再提起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的那一晚。我要祝福所有的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已故议长许昆源夫人林思雨谈话中语带哽咽，后头还有挺韩大将、杏仁哥君君相挺。不过被问到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会不会现身，李梅珍倒是没多谈。据跟韩国瑜交情不错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把握假日陪着吴怡正冲选情，一整天行程满满满。高雄市长补选投票倒数，各阵营卯足全力把握选战黄金周。记者综合报道。云霄飞